这玩意儿，看能不能让台子停下。这要再不灵，咱俩可就歇菜了。 把蜡烛点上吧，这黑咕隆咚的，我怕出什么邪性事。对，这可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妈的，哪来的妖风？不太对劲儿啊！不好，那边的石像要诈尸。 小心！ 起床了，可以去那里找我们。于是多动动脑子。
动动脑子。接受一个新任务吧。嗨，你好啊。选择一个区域地，点击关卡图，开始冒险吧。你走前面吧，我来做你的小军师。快看，这扇石门是被八宝玲珑锁给锁住的，我来教你打开吧。按住两次按钮，锁芯剧烈颤动时迅速点击，就可以开启一道锁舌啦。哇，好厉害！我在鬼将身上找到了这块碰碰，噗的一团火，该不是鬼将擤鼻涕了吧？回去找鼹鼠问问吧，搞不好是他暴徒呢。我可以为你带路。选择一个区，点击关卡，继续冒险吧。